植物油用凉水。吃饭吧，哎，这油饼挺好。饿了吧？嗯。小白菜解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奋斗溶姐。那挺鲜灵。小白菜是咱这小白菜，还解毒。不用炒，就是土豆熟的时候放里，必须了就行。而且小白菜炖土豆汤千万别大了哈，大了发水。这饼烙的，烙的高。今天火有点大。强挺着烙的腰不行。我怕我烙不好，我昨天不上医院给他求药吗？听大夫说的，也就算是复阳吧，但是不是半个月之前不也那个止了吗？大夫说的，复阳也好啊，是怎么好，是怎么也好，实际上就是你们第二次那时候没好日子，完了就休息不行，有的是累着了，有的是着凉了，完了抵抗力就下降了。病毒是在你体内还存在，它没消失，只是载体量少了。那不7天就转阴了吗？转阴归转阴，但是病毒还在。那病毒在之后呢？你没休息好之后，它又转阳了。对，抵抗力不行，就又有病症了。不是我是阳了。就所说的叫复阳吧。哦。那些原因就是你没好利索，为什么说人家说阳了之后要当月子养？养一个月，就是别累，别着凉，吃好喝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谁能待一个月呀？我的妈呢！我想待一个月。上班啥也不行，嗯，在家躺了不到几天吧，没啥症状了，也有点痰喉咙里，但是对，感觉身体还挺累，完了就出摊了。对。对，实际还是那次就没好意思，然后我们就白天晚上出。我们早晨起来睡觉就是醒，都是闹钟强行把我们叫醒的，3点钟定闹钟，所以那时候就在深度睡眠当中，都这么累，就是太累了。对，在家不需要赚钱的了，多休息。对，然后多休息，多吃多喝，就是你别感觉又不烧了，身体那什么得劲了，好像也不行。但是为了生活，还得上班，还得努力赚钱呢。没真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我们现在上班那帮人，他也不愿意休息啊。你说那我们住一个月，在家待个月，这天这么好，冬天咱们还出不了，也闹心。没有。反正我这次复阳的症状比他轻，他口不壮。你看我这洋葱蘸酱我也吃，那这不增加抵抗力吗？这俺也吃，他嫌辣心，这那那净事儿，吃东西可挑剔了，所以咱们口要壮，多休息吧。咋整？现在可多了，二阳的，现在咋还不爱好，可馋人了。慢慢来吧。